各位你哋好，欢迎收睇阿苏当下频道，我系阿苏 Johnny Su。今日打算去嘅地方系中山市生态馆，唔知道你哋有冇去过呢？我哋而家开始出发啦，沿住呢度行上去就系生态馆嘅位置啦。嚟到呢度，首先会见到有一张壁画同埋一面党旗，我谂应该就系呢一个地方啦。等我从呢边行入去睇下先。一入嚟呢度，好似一个小型公园。张党旗隔篱写住嘅系入党誓词。我哋而家再行入去睇下。呢度侧根墙上边都挂咗好多告示，而家前边好似见到有一个门口。嚟到呢度，终于见到写住自然资源主题基地啦。冇错，墙上边写住生态馆，就喺呢度啦。不过个门口好似冇开，等我行埋啲睇下先。原来呢度逢星期一闭馆嘅。看来我们今天入不到去里面看了，没办法了，我们下次有时间再来看过。今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有个好的心情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关注和评论，我会用不同的角度带你去看这个世界。